为什么是我啦？非要是追我啦？我说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喂，小芳，有一台美人天牛白一直追着我啦！什么啦？大白天你说什么鬼话？早上啊，邮差他有送来一个包裹，我有帮你签收喽。什么包裹？是脚踏车，脚踏车啦！你不要塑胶袋，把包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喂喂，小草，我跟你讲，我正在接到，我晚一点打给你哦。喂喂，不是啦！哎、欸，救命啊！没事吧？是不是要帮忙啊？然后你就为了这个保乐瓶，所以我做了老半天了。